故浙江的物来皆备，强烈的富养朋友，大哥还周大哥正道卡罗，张张蒙恩。今年是以是一种故障的例子，是让你念出来，而是一个本而已。我来对照给人以是这种故障的记载，来参悟以是这种的正道，我来扩大了一切的奉献以是这种的福音。首先，我来读哪段圣经？圣经称之章有罗古福音书第五节第三段第四节。罗提斯在他们许把玉举步，五百件你们大喜的圣事，是国我们的，将降低的大物的圣灵为你们杀律教职，受日自己走。你们有科技的样子，不叫不五岁木日雷，挪入日纪业旅。所以要以他的气氛同挪提示做美上许，谁知该之策永于该物上，谁得也本而该物脱俗虚语的呢？我们这几路都听的圣经，穆大夫人等接在楼梯，要他的对把的样啊，也得要他自认中本把是最虚的。要借的要一无重有，必有人拿来取来，母一样以色列门。各位最近的接本，常的抚养朋友们，既能拿到圣经，是记得的以色列的故事的大气生死，而是第一个圣道记，而是第一个受天世界的圣道故。这就可能拿到圣经大空的能量，是一个家族的希望和本恩。这也是讲的故事，我们能量中的希望。这是讲的故事，我们才能走到自我的教。所以这叫耶稣基督的故事，是我们这叫给他强悟的例子，再来纪念，再来降拔我们的子，再来降拔我们的人。我们首先扩大了作为高度的代价。我们故事的旨意是，我们门上跟随做美女，故事你可不让封建你的门透过那次拜拜的圣经，我们封建你们这里一同在里奉献耶稣基督的福音。抚养帮助让给他们也教育写上给人，只要你故事的生死大托能力的本身，是你上级力量才对岁你把子女我佛的用上，让人家抚养既容易是真正的个人的教职，你只给你责任帮你上中，你都能自然的故事的要他把你的目的之中，将你故事人帮每个人这么给上中，而故事人帮抚养朋友的上中，让帮抚养的朋友在你写上你既容易跟谁做美女。这个来到讲文高考年，不记录放学的时候，高人教师的手中，教二代的王子圣门阿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古人古大古人已经走过了，给人拿到圣经，我们只能够拿到圣经，是记载的也是一个故事的大事生死，而是证明了讲了圣经五年，要他的个法律一样。在第一个犹太的主人中，可能吃的是碎的，都是一定吃过血的。在这个人中，故事里有天给的重要，而是故事里一些人受一受破坏的美食物，让人们难忍的嚼碎纸。所以我们给你最要给人拿对圣经，可他可能奉献的终身题目，所谓的圣道之罪。那么我们说的耶稣的圣道，我们基督徒的基督的五年。将这几个人生的福是最帅的，那是可上是最大的，是最美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给你个任务，可大可能觉得圣道是罪。我们晓得该这个菩提同乡的记载，而这个推动义务能生的例子，那个与这个几乎要每个国都要争夺去，强制我同丰富斗钱，吹不给人愈来愈多。我跟耶稣基督要圣道纪念，你讲很高端，讲我讲是纪念耶稣基督故事的例子。耶稣故事是真正的样式，耶稣故事要细致的无言，耶稣故事要永生的指引，耶稣故事要天使的百分，耶稣故事要模样那个长教，耶稣故事要不时的举办，等等的与这个古给古肉古佛古门的供养，是世界最重的古迹，也是故事是超历史的继承，更是天子最猛的真实的，要是国务企鹅，我们的大喜生死。
所以圣道是在这一方面，圣道出现也是最大的牺牲。都以这些都故杀的人，该不提示我叫是大的牺牲。圣结果我得见你们大喜的生死是国我们的，不是国该人，不是国一个古人，而是国一个民族，假是国一个给国，那是国正该与人了。出题之后，得教之言，在故杀教封锁此这个地方，所有具有的人民都属于以身基督的教会。该给大喜的生死百劫难了，是难生充满了虚心，是难生充满了卡路。所以以身的故杀是养学的正该与人了。要能够以身的得之言呢，给故杀在难了的事，要跟难度养学的呢，要能够该一定是有重要。所以要跟人都养下来，对你国的付出给是重要，到底不是最高的重要，给那是体格的重要。有人老类似一直在这讲，哪有重要无一生血本。在哪人也说你让你在养给没人要的学生，那无没给的那无功的养王博，如今把从数据的基础在一起都们类似让人养下来的绝大无常，提出本次的真言物，都是我们一生之中。所以一生就是大喜的生死，是养学了正该能落的事，养学了正该最高，养学了正该的高。所以给你真言物是一生，记录真言物是老普人，对双物是数字背后，对四物是莫名的，对五物是人扛，对六物是无人当，对财物是虚的理，对不物是无理是都得，对家物是无理所大，对人物自己不逊等等，给人都能了，给人都的能人给你中复苦梦将之下辈，要我给我意思是谁敢能了地方之人，公寓只有意思商业说法出来，在这一世界佛祖公寓中东地区要他给要有一生故杀等无女女礼无妓女，这也是故杀意称无公寓，这也是故杀称无公寓，该公园都是有意识故杀的黑女开始，我念这个意识故杀能分给男人的纪念呢，他说了我晓得这个估计有五的女人都是以当季的黑女生气，陪着过根据故事日的啊，哭惜你给你故事给你在帮门户给你等等，给这个女人只能在帮给自由，所以是既非重要要非女杀，他的故杀等于公女的纪念，叫养学的正根女教，是与谁个人都有给的女人。在男人的历史当中，有许多政治公、酷武公、肌肉公、文武公、中国公，有许多英勇儿女，给你五个念子，父辈称呼男人的方式人呢？公女五个念子，父辈给他商业区内呢？你该是你。让我给你五子男，我都给我一生日生，给是五种的出来讲，是天地我们的个人讲，给日生，给是男人的小岁子，世界也的重要，我操无法下辈，让我给你过了几十年，给八年，给你是外边人们义务，所以我们的一生是越来越被人尊重，越来越被人拒绝，他的人生再次被人认可，弟兄要知。在各种互动乃至圣道默默一脉，我们忙他过来一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中要有重要是我的所来所事，可以是一夜的女人已经将你这些来给谁干，该无的是女人，很多人是能把很多人外地夫妻而能够给死他过来，该就是我来所答用，我来所答给我给自我的所来所事，给是我的轰轰烈烈，我的给我一生，给是一的名字，给是世界一脉，阿是我的说来说去，都是给世界人国一脉，是得白白吃吃。如类似男人一直在是讲，我的说法将被人们遗忘，所以对其该是个大不能消去吧，到一世的命越来越被人拒绝。在给你的世界中，特别是圣道的国际是普天同庆，普世虚荣。所有的人类，人们都在那两极称呼我们一生基督的故事。
所以耶稣的过伤是大喜的生死，是最大的牺牲，该是过我整个人路，该是过我整个历史，该是过我整个世界的巨人。所以我们给你写的耶稣复制人给那是生给你过伤大可人路那个大喜的生死，所以人路听到这个大喜的生死，生里的充满了平安，就充满了喜乐，人路就有了希望。有时人路是一种感谢古门，有说到句话感谢业的，要让上主得蒙受灾，聚集人世的人懂得纪念，这叫耶稣基督的故事，大可嘛人路该做大喜的生死，是那对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具有耶稣基督福音是上给他人，福音就是什么？是要福的信仰，都能听得要福信仰，是能生中学习，是能生中卡路。今天的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讲，上顶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启动。这个福音的主意是许多人认识，是许多人写上，是许多人认领救上的恩典。所以这些福音，可他可能过得圣道是最大的牺牲。记录固定之名福音梦要多得了等圣道之间是要最美的孤身，那么也是不可能的自己要以大大的提灯动脑提示就给切提孤做美业的称呼以身基督的孤身，提示孤身的内容就是老古福音等一节在自己该生的谁知该之事永远该无人，这等于等于该有超俗虚的呢，该是一首最美的歌声，是最美的歌曲。我们写世界外重要的一个歌声，不能空的天使写的。大家呢，我晓得天使最美的，世界呢，哪也比天使美的。所以有一个人美貌，我该能彰显天使啊。不但是天使的美貌美，天使的声音嘎子美，所以该做美声。人物提示下辈吗？谁个哪一个人可提示下辈？所以该是绝对是个物业最美的故事。又该故事中要拿句谁是该是是永远该无上，我也是个不得是该是永远该无上呢，让我们的人是派定我们的作为，决定我们的讲法，我们将一起的永远该靠我们的业辈，谁是该自个是人，不是退也自个，是自叫上帝居首。在教育圣经，是听了这篇，在业绩个是人。结果，人啊，女女总该故无真听，女女的永远该故于的。所以我们的人是配得其中其实的大作为，而是配得这些难落的讲法。我们有鼓切上帝护他。让人心里的极密的教恩插进瓦中都是一次也是在世界教育人了，我们鼓切上帝供应，上帝供应给你是吧，都是说到个渡口给富有比你教佛到了拯救人了，所以给插进是在世界的门给你无能正是也是鬼也以供应的预兆没有主上帝上帝，我们鼓切上帝之力让上帝之力是用于接着给给恩力给个女的都杀死插在这个教育里，我的骨切上帝教育这叫一直以是一种我们才能故杀大空的这一个能力，是我们才能人手的教育在路口基督已是故事无欲正教才能，在才能中我们是在开一种蒙与立门，实际上最初的二节在在开三年来西门朝一起的两年主要的上一次的用上的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在给我们让他的一直在睡觉，这叫提示的孤身给人做美的信仰给你让多的我们让你英雄可让上一点美中孤身对面要给送的这人也本恶该无脱俗虚语的人，上是本恶的女童，以身是本恶的教职，给我让路易这个本恶是空的，所以圣经说以我是内里叫他的百姓，以我是本恩的福解脱的百姓，让耶稣的故事大可能漏这一个本恩，所以耶稣是本恩的教师，耶稣故事大可能能漏的顾门，耶稣故事大可能漏的希望，将来能漏大力的本恩，我们的本力是一直之这些一种无数是在无中失望，
仰望上你们的圣洁，就到亲人的人工有改天人带我们。有距离就是一种四样类的人本来的叫阳的等都给老爷各场一届百姓之民嘛，各抚养朋友嘛。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故事，其实要最美的故事，大可得一个能容，永远改善，等都改难。那么今年是男子让出心的人，而不是改什么呢？一个人上业的，不是让叫超出心的人，所以一个上的人就是让出心的人。你给你圣上叫这个本子大可人，是你要本恩，是你要虚荣，是你要满足，是你能杀要阿福。哈利路亚。我们是在张本恩只有业者的用一种之力，谢国的业务牧师给国的还本恩扶持有德业之力，哪有天业鼓励的张本恩扶持就德业的说法，哪是上帝之福。给要改善的是日本圣经的脉，不在本恩无本恩协同意识的日都去于了说法路人次行业意识的国，在我们能杀的每一个历史中，上帝基督以色列都我们无比了一阿的本恩，所以我们是在以色列都是我们的本恩，也是故事是大可能的本恩，这个谁感到本恩，这个意思故事要了本恩，是你能够要了自我是明白给一个叫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说谁叫这个恩是狂的恩也要过恩。以色列都让讲改善的在幼儿福音在路上所说几公五节就是是改善你们，只有你们人类你要本恩，在这些你们要苦恼，所以你们可以复生，我已将圣落世界构成的这辈抚养朋友们，给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许我了给你的世界闹本恩，也是不你的富有的世界上本恩，让世界也闹本恩，给你的世界充满了诱惑，充满了白血，充满了饥荒，对上上次要许多个人民到死亡，难熬的一脉，给你的当日非也痛苦，这叫耶稣基督的故事，大抗的难熬的本恩。自控那个恶点是丰丰富富穷穷久久，要能够弟兄既是故事大控的本恩，一生已经正在日过有时的那个生的阶梯哦，要那个本恩大开呀，要抚养在世界你才几个生的也是过我老我本恩加你嘛，我讲的本恩是加你嘛，我说是的富也虽然说是的，你的上类富有要让啊富有多穷，所以是在我们应许是七丈五苦的，是八门之八的，是国上的，是长者的，所以我们给你上一生得到长征的本恩，我们给你在这里有佛上要叫自己将圣作谁干，所以这叫提示的作为，这叫提示的故事，大孔我们地步是充满了本恩的虚荣，是我们阿东爷刚叫提示的作为，这次该的是永远该无上这个也等于该无超出虚的人，那么所以我们给你娘子给我一生给人的能力的教育子，给人的本恩，给人的虚荣，给人的傻人，给人的恶点，以是四人国夫的养老国找个各种这样这样门的养老国出走了不如大国血的正道国处，本是所有跟男的如处无各种的一个作为事故，几乎都是为意识出走的，在亚布亚布尼的圣多吉里面有一个门军埃普尔多夫的吹奏的门，有一位门军约瑟夫摩尔姆斯给谁了一首这样门的圣多古曲叫做本恩语，该首是世界的门曲，是一首最要美最个人最动听的作美诗歌，所以每一个圣多吉该首诗歌是修罗的，我们是写本恩语该首诗歌饶上将是充满了本恩，上将是充满了虚荣，上将是没了教师的恶点，教师的恶点没顾不顾头说教师的恶点没在我们的中间啊，没在我们的傲中，所以我们给你在这里面都得叫这个恶点，这叫圣道的孤身大狂妄难过的虚荣，该是我们所归的。